确实好多。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，放飞东哥。今天晚上我们准备吃火锅，所以到家里旁边的本地人菜市场买点蔬菜。但是我们忘记了，今天是星期天，这是这边最热闹的一天，很多人会在这里摆摊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这种就有点像在泰国赶集。对，哎，就是赶集，对吧？对，这个词你说的，这个词用的很标准吧？标准。这边是卖二手衣服的，看生意还挺好的，10铢20铢一件。那边有裤子、衣服。葡萄70铢。回来看看，这终于挑二手衣服了，你看。哇，那边也是卖二手衣服的，便宜吗？但也不像二手，过去看一眼。不可能新的，19铢一条。你觉得呢？感觉就有点像尾单，对吧？橘子汁儿，我们要不要买一个橘子汁尝尝？不要，感觉都色素。来这里买一个臭豆腐，这个颜色不像国内的臭豆腐，但吃起来很像，对吧？油里一炸就特别像臭豆腐。其实泰国真的现在手机支付非常的方便，像这种小摊子也可以扫码支付，真的是跟国内差不多吧。买点这个青椒，下次可以买这个炒肉。你看，像这里都是一捆一捆10铢，一个块南瓜20，菜都10铢10铢。这里其实还有买肉，但是我们不会在这里买肉，只会在这里买蔬菜和水果。买肉的话，还是会去超市买。20/40。这有点像我们做春卷皮子啊。但这个好像是个甜品。还有甘蔗，哎，好久没有看到甘蔗了。车磊卡。哪一个？我买哪一个红色？红色。啊，还可以再选啊。10铢3个。文康，猪头肉、猪尾巴、
猪尾，哇，猪耳朵，都是这种。来点葡萄吧，这个葡萄好吧？好。鹌鹑，鹌鹑。哎，你偷来呀？哎，你偷来吧。多了30，三十。哦。哇，说不定轮不到我们，别人要买多少个？